变得越来越平淡的时候，帆船航海这项极富魅力与挑战的时尚游玩方式正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假期，航海的感觉简直是太享受啦！虽然在国内，这项活动目前只是专业运动员或者富豪阶层才可以接触的新鲜事物，价格也非常的昂贵，但是在欧洲，帆船航海早已经非常普及了。本期节目就将带领大家一起去体验这种诱人的出游方式。大家看，我在船上发现了一个可爱的大罐子，你们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欧洲发达国家多以航海探险崛起而繁荣，他们有着超过500年的深厚航海历史文化，而现代航海技术和文化依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以英国为例，平均每8个人就至少有一次航海经历，很多英国人在周末或假期都会选择航海游作为休闲度假方式。我现在在的位置就是英格兰西部的达特茅斯港，大家看我身后已经停满了帆船，你有没有眼花缭乱的感觉呢？我可是完全沉醉在了这片美景当中。那说起达特茅斯港，这里的位置可是得天独厚，因为是深水港的缘故，所以非常适合船舶的停滞，而且这里还有世界著名的游艇卖家圣地之称。位于德文郡南部的达特茅斯，因为其秀丽的山水风光深受游客们的喜爱。坐落在达特茅斯河岸两旁的五彩房子，仿佛带你走入了童话的故事里。说了这么多，想不想到我的船上去看看呢？一起吧。大帆船的种类主要分为单体船、双体船和多体船。这次我们将要驾驶的是单体船，特点是在逆风和顺风等多种天气情况下都可以航行，相对来说比较实用。帆船主要由船身底板、侧板、龙骨、甲板和枝干等组成。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一艘船，它的船舱里可是能住8个船员呢。跟我走进船舱去看一看吧。哇，我现在就已经到船舱里面了，想不到这个空间还是蛮大的嘛。在我身后看看，厨房的工具一应俱全，里面还准备了碗筷。驾驶帆船航海无需提前预订酒店，船舱各种生活必备设施通通齐全，相当于驾驶着一条移动的酒店出行，还能在船上烹饪各种美食呢。就是船员的休息室，晚上的时候还可以变成一张床，可以供2个人睡。大家看我身后这个，还有可爱的各种绳结的绑法，真的非常有海员的生活。哎，这个小门里面是什么？难道别有洞天？啊，原来是卫生间，还是蛮干净的。航海并不是一项能精确练习的科学，而是一门艺术，有它独特的介质。正如艺术家理解光，作为水手，你必须理解风，因为风是水手的介质。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当水手的乐趣，来自英伦航海俱乐部的负责人迪迪将会告诉我们如何加入这样的组织。那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英伦航海俱乐部的创始人迪迪。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我们的活动基本上从四月份开始到九月末十月初这样。对，就是在英国天气最好。最好的时候。那对这个参加的会员有什么要求吗？是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加入你们的这个活动？具体的标准的话不是特别严，之后就身体健康，没有任何正常疾病，之后喜欢户外活动，因为毕竟在船上的话我们在一起要生活四天到五天左右，所以每个人要随和，之后能打成一片之后在一起玩的也开心嘛。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一定要参加英伦航海俱乐部，等着你哦。老船长菲利普就是这样一名优秀的水手，他从十岁开始出海，现在已经有了50多年的航海经历。这次他将带领我们的船员一起来探索海上王国。We've been going regularly, four, five, six, seven times a year, on a long weekend, and we've gone across to the Channel Islands from Southampton and France. France in particular is very nice.So you're from UK to France? Yes, there we are. Yeah, how long? Oh, it takes about 12 hours. Wow. And overnight generally. So it's quite an adventure. Last question, why do you love it? It's a total freedom. Freedom. You can go where you want to. There are certain things you have to pay attention to, but then there are in any walk of life.海上的天气变幻莫测，所以保暖防风的防水外套是必备的。哇，好沉呐！与此同时，保证安全的救生衣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这里要稍微。And then we've got a harness. Just took off.哇，这个钩子我是第一次见耶，好专业。So when it gets rough, then we actually attach the harness to the boat. And we attach the harness to that webbing strap, or there are hooks inside the cockpit where we can actually attach the one there. You see. Okay. But only if it gets rough and.Put that behind your head, so you don't trip over it, okay. And then you're safe. Okay. This particular one, if you go in the water, you've got to pull the yellow cord. 现在吹到我们这个 boom 上是西风，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 boom 这个他们叫 beam ridge。 对，之后那个我们现在在掌舵之前呢，之后你会感觉风是从这边过来的，之后吹到我们帆是斜的，之后呢风之后吹到帆是要有一个风的动力会推使船向前进，另外一个动力就是说它有一个气压的不同会推使船向前进。之后我现在把那个helm， 之后这个我们叫 helm， 之后把 helm 给你，之后你可以先感受一下。我觉得这个舵很轻，有点轻，跟开车有点不一样，因为感觉开车好像有助力，但是这个完全什么都没有，哎，只有风力。对，因为它这个下面有一个我们控制方向的船控制方向的叫 rudder， 之后现在那个风不是特别大，所以说那个你控制的话比较好控制。那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我要就是最简单的方法，我就盯着这个仪表仪就好了。这样有一个指南针，我要把它控制在一直是这个度数。这个其实是看你的目的地在哪儿。我们现在目的是去 Toki，
这种 Toki 的话是在我们现在航行的正北方，对，大约是在那个340度左右。所以说之后我们现在要保持这个指南针是340度，之后船底下它控制船重，控制船重心的话，它底下有一个 keel。船下的 keel 是由铸铁制成的，用造船的力学原理把它打造成一定形状后，利用龙骨的重量和稳定性来保持平衡。所以即使在船身倾斜的情况下，船底的龙骨只要和船的重心保持一定的角度，就不会翻船。那这下我就卸下心防，反正不管我怎么穿，不管我怎么开这个船，大家都不会翻船。之后你会感觉现在风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往前走的话，风也一直在变，所以说你现在他们，你现在感觉风是从现在从西南方向过来的，所以说我们需要把帆松开一些，之后让风就是把这个帆都兜到这个风，之后会产生 maximum effect， 之后让我们船更快的行走。好，所以我在这儿只站了短短一会儿的时间，风向就已经变了，于是我们要调帆，还要调这个方向。之后啊，其实船上的分工也挺明显的。之后像如果你站在位置的话，他们叫 helmsman， 就是说你只管掌舵，之后船长跟你说掌舵到什么方向，掌舵到什么方向。之后另外船上还有是 navigator， 就是专门那个导航的。因为现在我们还好，就因为我们是短途航行，如果长途航行的话，就是说你从假如横跨大西洋的话，在海上的话你是什么都看不见的。之后所以说你现在我们那个来 navigate 的话是看那个land上，就是说陆地上的建筑物去那个参照我们去往哪个方向航行。但是说如果你在那个海上没有这些参照物的情况下，你就要去看海图，看那个之后上面它的 GPS 之后去哪儿。他们就是说有特别经验特别丰富的水手的话，他们在失去这个 GPS， 失去海图的情况下，他们可以看星星去 navigate， 看星星、看月亮的角度去 navigate。所以说，这个你经验越多之后，会在海上感受的这个海风，再加上这些周围在你周围的这些 environment， 之后你感觉越敏感，之后你航行的就越快。简单学会帆船航海的基本知识后，我们的主持人在船上发现了许多新鲜事物。大家看，我眼前有花花绿绿的绳子，但这些绳子都是干什么用的呢？我们还要请弟弟来告诉我们一下。这些绳子的话，每个都有特殊的用处。之后，这个蓝色的，例如说这个蓝色的绳子是我们用来控制那个主帆的。控制主帆的方向，另外一个这个红色的那个绳子是那个主帆升降的绳子。我在船上发现了好多有意思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弟弟同学？这个是那个用来绑绳子，因为那个绳子的话受风力会那个非常大的力，之后我们用人力是很难那个拉动的，所以用这个的话可以那个取消力的作用，之后会更加容易一些。在操控帆的过程中，帆所产生的拉力是超过我们人力所能掌控的。Winch 的存在就解决了这个问题。Winch 用它粗糙的表面和帆所产生的摩擦力来固定帆所。帆所要顺时针缠绕在 Winch 上，之后用摇柄转动 Winch 来拉紧帆所。Winch 的安全设计，不管你往哪边摇动，它永远保持顺时针转动。逆时针转动会省力但周期大，而顺时针转动会费力但周期小。当风向转换或帆船航向转换时，风就会从船的一舷转到另外一舷，船帆也要随之调整，这个过程就叫做 tacking。当前帆和主帆同时在工作的时候，换舷主要靠操纵前帆的换位和舵手的航向偏转而完成。这个看似容易的过程，可是需要多名船员一起协作完成的。我们航行了一段时间，已经离
岸越来越远了。那我们到底这个海有多深呢？我们开到了一个什么位置呢？大约是12米左右吧。12米左右，你知道吧？哦，这也很简单。现在这个那个船上的话，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仪表盘，之后这个是 water depth， 就是水 深，对，现在显示12米。嗯。之后这个是那个船的速度，对，现在显示是5 knots。对，5 knots 5 knots 和那个就是。就是跟现在我们陆地说的 kilometer， 对，就是说那个公里差不多，但是 knots 和公里不一样。 knots 的话，它是地球是弧形的，所以说那个地球弧形，它把那个每个 knots 分，把地球换成360块，所以说它一个 knots 就是中间的一块，所以说它这个一个 knots 的话是一个弧形的，不是直线的。海面上有好多小帆船，不过我还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滴滴，那个圆的是什么东西呢？哦，那个圆的话是那个海上渔民用来那个捕龙虾用的，之后上面是一个橘黄色的浮标，之后他们那个颜有不同的颜色，有黑色，有白色，之后这个浮标呢底下有一个特别大的笼子，之后笼子里面有那个肉，之后那个龙虾进到那个笼子里，他们的笼子设计的话也非常科学，他们笼子就是说你龙虾进去之后它出不来，它这个是 one direction。船长，为什么海的颜色不一样？我们这边是深蓝，那边就变成浅蓝了，是因为深浅的原因吗？其实海的颜色是一样的，就是因为那个太阳照在那个海上，那个那边是被照到了，之后我们这边是被云光被云遮住，所以说你看的时候那个海是不同颜色，但是海是其实是一个颜色，只是说光反射不一样。哇，原来我多年纠结的一个问题是云造成的，并不是大海造成的。大家看，我在船上发现了一个可爱的大罐子，你们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其实呢，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我的抱枕，它是防止船只在停泊的时候磕坏船身，所以要把这个东西从这里放下去，然后拴在这个栏杆上。那你猜对了吗？航海游的存在让人与海亲密接触，体验到了另外一种新奇时尚的绿色生活方式。天哪，我面对这样的景色已经完全词穷了。如果换作你到这里来，你会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一大片美景呢？踏上甲板，扬帆起航，是多少自由的人们一生所追寻的梦想。在紧张忙碌的现代生活中，叫上3-5好友，租上一艘帆船出海几天，乘风破浪，体验速度的激情和大海的魅力，这种感觉只有亲自出海才能体会。哪怕是什么都不做，只是躺在甲板上晒太阳，也是一件浪漫的事情。这才是真正的假期，航海的感觉简直是太享受啦！想说。